到底是要山丘还是河丘？玻璃顶公所这段日子是受到当地居民甲河丘人民双方正大压力。在今仔日论坛讨论的最后，玻璃顶长周吉雄是突然间正式宣布，玻璃顶公所要撤销计划，决定无要山丘了。而这项宣示也予当地居民甲正式为地民代表无法度接受，大家是纷纷站起来向河丘代表甲镇长周吉雄表达不满。有正式为代表也强调，这件代志还未煞，临时会将来搁再讨论。我现在在这边正式的告诉大家，仔细听，听清楚，161棵树不移了。玻璃顶长周吉雄，雄雄在台湾新亮点的户外论坛节目中宣布无要山丘啊。虽然湖州人民的代表是拍破啊叫好，但现场多位地面代表甲地方居民却是真生气，纷纷呛声表达因的不满。站长，现在蓝蓝树，站长要一个家长树下代表，所以你们有站民代表，还是护理站在高民意机关，你们知道吗？面对到底是不是爱山丘的争论，玻璃顶长周吉雄最近是遭受了真大压力。借由台湾新亮点的户外论坛机会，伊除了做出澄清，更加是当场宣布玻璃顶公所撤销了山丘计划。面对多位代表甲居民的指责，以及湖州人民的强势介入，顶长周吉雄强调，撤销山丘是三方拢输起的局面。我个人认为是三输，第一个地方。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经费，第一阶段三合局的移树计划已经被取消了。第二个，居民的部分以及加东树继续让它生长的一个好环境没办法解决。那我也希望借由这一次加东树遗址的部分，让全国的乡亲知道护树联盟的护树有时候是害了树木。因为自己调整的啦，有些比较强比较弱啦，对吧？它自动到一个程度不行的话，这些淘汰掉那个。大一点，他最后会是自己去调整，很简单啦。无要山丘啊，好多位地面代表甲地方居民非常无法度接受，一直到论坛结束，拢无愿意离开。直接甲湖州人民当面呛声，好场面一度是真紧张，好加再有警方在场，才无好冲突继续扩大。人家好厉害，人家大位，尊重大位，尊重我冇。还有，人家是黄镇代表，黄镇代表，你退出来，我跟你听。你变做我啥？唔进啦！你人家都不尊重他，你为什么？你不尊重代表嘞？他妈那窃贼书哈！哎，现在你要找代表，张先生借书写一下，没关系，这个很棒。好吧，好，我们要那惯例哈，也当个讨论啦。今天之所以在这边，就是一棵树都不能动。不是。我跟你讲，你没有跟我讲，你没有讲。玻璃顶长周吉雄正式宣布，南万路不被山丘啊，争议却未因此停止。困扰居民的环境问题依然存在，如何化解民怨、甲改善塘海甲现况，相信也是和玻璃顶公所真头疼。记者金山采访报道。